能量太大了吧，我得重新调整。一切都还好吧？出了一点小问题，我把手臂的能量调得太高了。是吗？那你得小心点，别把四周的东西给弄坏了。放心，库洛连一个小轮胎都抬不起呢。阿泽，你旁边那个玩具我从来没见过的。哦，这是我刚买的机器人玩具，很酷吧爸爸？我只是好奇你为什么会买一个和库洛一样大小的玩具，而且还是个不能动的玩具。它很灵活呀，你看。哈哈，好吧，我需要回去工作了。好的，宝宝。你还真有幽默感，阿泽。别埋怨了，你这姿势真的很帅。你是在讽刺我吧？哎，我得赶紧把库洛修好。李叔叔，怎么阿泽，这么快就忘了你的好朋友了？胡说。阿泽，你爸爸呢？他在办公室里，李叔叔。哦，这样，娜娜，你就留在这里陪阿泽玩吧。你去忙你的吧，我的朋友可不止阿泽一个哦。阿泽，告诉我，有机器人保护的感觉如何呀？啊，那不是每个男孩的梦想吗？梦想？我倒是希望维特能够永远保持战斗状态，有一个6尺高的机器人卫士，那才棒呢。阿泽，钢甲人的体积之所以这么小，是为了顺利通过虫洞。虫洞？那是宇宙中连接两个不同时空的狭窄隧道，我们的体积越小，出现误差的情况也就越少，这一切都是经过精密计算的。原来如此。这么说，你从外太空来到地球，你是外星人吗？不是，我们其实来自未来，神舟创造了我们，而神舟却又是未来的人类所发明，所以严格来说，我们是人类科技的一部分。除了你以外，还有其他的钢甲人？是的，不过我们在经过虫洞的时候被时空漩涡分散了，每一个钢甲人来到地球的时间都会不一样。哦，那你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来到地球吗？关于这一点我没有答案，我的任务是来到这个地方寻找你并且保护你，阿泽。也就是说你和其他钢甲人分开了，你不会想念他们吗？我们的程序里是没有思念这种情感的。钢甲人还真奇怪。这是什么情况？奇怪了，这种频率的讯号我从来没有见过。哦，你好，博士。搜索讯号来源。知道了，博士。有了。那是什么东西，博士？一定是他们。外星机器人？立刻前往调查，带回任何可疑物件。明白。慢着。带这个去。大力神号。博士，这也不过是个简单的回收任务，不需要用上这么强的装备吧？我不想有任何风险。
明白了，博士，用了大力神号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失望。快去吧。我收到了讯号，来自谁？是钢甲人，只有钢甲人才能发出这种频率的讯号。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是求救讯号，是萨维斯。萨维斯？刚来到地球的钢甲人。萨维斯的情况危急，需要救援。哦，我们快去帮助萨维斯。不行，萨维斯距离我们至少有80公里。我们需要找个交通工具。那怎么可能？你看看这儿，除了堆积如山的废铁和我爸爸的车，你想都别想，阿泽。嗯哼，维特，你能够控制汽车的自动驾驶系统吗？我可以做到。哦，太好了，阿泽，我想我爸爸从此以后不会再让我出门了。我们走吧，一定会很有趣的。班长，是啊，我们应该搭乘飞艇，那会更轻松的。看来博士的担心有些多余。是你，我们成了偷车贼。放心，我答应你会毫发不损地把车子开回去。你要说到做到哦，阿泽。我们来晚了，萨维斯已经被默克集团带走了。我们该怎么办？让我重写驾驶系统，立刻追上去。丁奇，你看，那会是谁啊？是那两个孩子，他们是怎么发现我们的？护士，快甩掉他们！嗯。快想想办法呀，阿泽，我离开汽车后立刻启动战斗模式。
呀！哎！打开钢甲系统。明白。钢甲系统传送，钢甲系统锁定。是的，让我先看看他的状况。看来萨维斯的系统出现了一些问题，导致他无法启动。那我们该怎么做呢？我需要更多时间分析是什么问题。住了，我试试侵入电脑系统。这绝不可能入侵我们的电脑系统。这个机舱的门只有我们才能够解锁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孩子，我们只是公事公办。这些外星机器人会给默克集团带来很大的利益。现在两个机器人都归我了。想得美，你得先将我们打败。这可不难。铁动机器人，打开护盾。阿泽，你来处理电脑系统，我会守护你。谢谢你，维特，打倒他们。是吧，娜达？我是你的卫士萨维斯。你好。等等，你是我的卫士？你能帮我启动战斗模式吗？战斗模式是哪一个？是这个吗？
欢迎回来，萨维斯。游戏开始。耶，萨维斯，快打倒他们，打倒他们！神奇了，防甲爆灭锤，就试试这个吧。防甲系统传送，防甲系统锁定，系统怎么会这样？那该怎么办？敌人早就逃到门后去了。哦，我们可以想办法逼他们打开舱门。没那必要。我们成功了。哦，答应我绝不可以再有下一次。不会的。希望我爸爸不会发现这件事。他不会发现的，你看我们不是把车子都开回来了吗？萨维斯，娜娜是你的主人吗？是的。哦，这又是为什么？神州早已将我们的任务安排好，每一个主人都是未来拯救地球的重要人物。娜娜，拯救地球？这个很难想象。阿泽，你可别小看我哦，我也拥有独特的一技之长。我倒是想听听那是什么。别着急，瞧好了。好，完成。这就是你所谓的一技之长，哈哈哈哈，我看不出来对拯救地球有什么帮助。这你就不明白了，每一个英雄都需要漂亮的服装，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。我可不想维特有漂亮的服装，那看起来一点都不像英雄。原来这就是人类的情感，奇怪的服装能够让人感到快乐。我们还有很多需要学习，萨维斯。说的没错。